研发的公司来取代大公司，而且中小型有个好处的说，咱去买科学家或咱的工程师啊，或你家己有发明，你家己会做做头家啊，吼，啊，你家己会再去找人来一起工作，啊，变成是一个中型的企业，专门做研发，啊，这个换美国足多的啦，好，啊，咱即马够用的程度嘛，差不多会再安尼做，就是讲你政府诶资金的取得，啊，这个换它很多。在经营管理上的协助啦，行销管道商业化过程，这个款的，你那规划个做。